了凡四训当中啊，讲到佛法认为宇宙一切不违因果律，人的命运是因果，但是啊，人有改命的能力啊，通过努力可以改变命运。那么改命的能力是否属于因果？如果不是因果，就是违反因果律；如果是因果，那么命里注定的。改造命运的能力是注定的，即使命能够被改也是注定的。请问还有改造命运的意义吗？这个问题我不回答你，希望你把了凡四训多念几遍啊！你要愿意学它，你会改造你自己命运。为什么呢？命运是你自己造的，不是别人造的，别人造的你就改不了。命运是你自己前世善恶业注定的啊。那么你这一生能够断恶学行善，你不是个善增长了，就这么道理。如果你这一生作恶的时候，那你善少了，恶多了。这里头有道理啊，不是没有道理的啊。了凡先生讲得很清楚啊，你没有看明白啊，希望你看明白之后再提问题。